老人家要閱讀，咪就係咯。大家好啊，咁样因为咧今日咧就将个 cam 摆错咗位置，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嚟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热身啦。咁热身顾名思义咧就系、要将个身整热，咁样就有几个条件就可以睇到有冇好好做到热身啦。咁第一样嘢咧就系、心跳去到180，咁好明显今次有做到啦。第二咧就系、个火数要见到300或者400以上，咁最好梗系见到1000以上啦。咁做完以上两样之后咧，咁热身就完成啦。咁完成咗之后可以做乜嘢呢？咁就梗系翻屋企啦，因为我对脚就开始抽筋同埋酸痛。咁希望大家下次就可以再同大家讲多啲单车嘅术语啦。